ESPN 周四报道，网队将林书豪、杰雷米·林和一个2025年的自圈选秀权交易至鹰队，为鹰队有权在2023年跟网队交换选秀权，至于鹰队则会送出2016年的自圈第44位选中的法国后科哥连拿艾萨亚科迪尼尔的迁入权到网队。林书豪在去年10月18日对溜马的 NBA 常规赛揭幕战受创电音右膝并腱断裂而提早收裂，这位29岁美籍华裔控卫本周曾透露自己仍未全尚未能够参与有身体碰撞的练习，但有机会在训练营展开时伤缓复出。虽然林书豪12分之2011球季在纽约人打出临风时刻，但其 NBA 之路不算顺利，他在近五年更辗转效力五支球队，包括12至14年的火箭，15分之14球季的湖人，16分之15球季的黄蜂，16至18年的网队，以及新东家鹰队。8年职业生涯中，林书豪平均得12分、4.5助攻及2.9篮板。一网递进足动是直击俄国最前线 https://www.fetu.rbac.o.m/.w.o.r.l.b.c.u.p.2018年/.. 五阿普尔多尔利斯波茨迎战决赛周 ，BFBCHAMPIONS2.0 登录免费送联抽，超级球星立即入队 ，http://bit.ly/2xrtkgm 递进世界体坛大小事，即刻体苹果 FB 专页。